夸谁呢？刚才那两个演员，我的，你看人家那，真是妙语连珠的感觉。也就您这么评价他们啊？你基本功的展示，嘴皮子干净利索。看，您可能比人就差远了吧？我比不了人家。一个捧哏演员，逗哏的站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捧哏演员怎么了？逗哏的站里边，当当当当啊，红什么橘子似的，李子李子李，捧哏。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李子李。什么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着五斤塔嘛，打北边来个哑巴，别着喇叭，哎，还缓口气啊！你看这，你看捧哏的都不会，他们就会一个字好。那您是误会了，刚才我们这连好字都没说。除了你看站在桌子里边，你们就是离逗哏最近的听众吧？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们也是演员呐！你上台来，先把肚子放桌子上，嘿，开始了。您说的这位没肚子，这谁呀？这不周九良吗？这，您说那有肚子那是孙大，不是孙越老师那个？哎，您比他们差在哪儿啊？我比他们差，我可能嘴皮子没有他们利索。对，但是你也是不错的一位。您干嘛这么评价？对于说捧哏演员来说啊，您仅次于于谦、孙越、栾云平、阎鹤祥、杨九郎、周九良等等等等。这等等等等我不认识，我比他们还差吗？ Yes it is。 你才是这 it 呢，第三人称还单数。今天这么些人看谁来的？低调，重说一遍我没听清，看谁来的？别拍都碎了，哎，身有点土，咱这是都是看您来的，大伙捧了。呦呦呦呦呦，左左左左左，哎哎，陈淼呢？现在捧的演员挺火啊，这是大伙喜欢。其实啊，嗯，我也喜欢你们这个捧的演员。您是没腰椎吗？说话好好说干嘛呀？就是啊，削削的啊。哦，您跟刚才我们台上那个炫场的那个是一块儿的吧？削削的有点瞧不起你们呢。为什么呀？看不起你们这个相声演员。别我们呀，您不也说相声？呸！骂谁呢？少吃蒜啊！你才说相声，你们全家都说相声。你们全小区都说相声，这什么话呀？这叫，您不是啊？当然不是了。那您是干嘛的呀？我们、啊、说出来吓你一溜跟头。你才是马粪呢！哼，啊，您说说，戏子，嗨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但您不能说戏子。怎么了？那是旧社会对演员的蔑称。过去，你看现在，现在来说，我们都艺术家了。您，大师，不认识我？不了解您呢。哎，张军贺伦，自己称自己张军贺伦呢、啊？那是别人对您尊敬。我怎么了？尊敬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肤色再黑点说这好。真的，唱戏儿的。唱戏的。对了。哦，您唱哪个曲种的呀？国粹。干什么呀？什么？哎，干什么呀？你这不讽刺我吗？讽刺我就给你挤掉了。还想挤我？哎呦我的，哎呀，还想挤我？废话，国粹。对了，京剧国粹。哦，好好好。哈、啊，如今呢，现在你们小年轻的呀，我看都爱听这个相声。您是个沙西人是吧？怎么又沙西人？那现在你们这个小年轻啊，都爱听这个相声。嗨、哎，京剧呀。哦，这嘴里是吃着过油肉来的，讲究上口。上口。对了、哦、你看红日啊，不说红日，说红日。哎，对，红日，对不对？哎，红日。嗯，
哎，有那个吉祥神儿来吃在大街一口，难起劲。大街不说大街，说大吉一街。是因为京剧的念白要把这个字拼出来。哎，大吉一街。那相声也不能说相声啊。你们这个慢慢来吧。我以为慢慢来吧。哦，我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啊，这个也会啊，有众多的追随者。哦，哈，不像说今天啊，你看我来了很多追随者，有追随我的吗？哦，那有追随他的吗？哦，还真是。但是我相信追随我的朋友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面哈。那保不齐可能也有闸北区赶过来的，对对。哎，慢慢的他们都会陆续进场。最后一个节目了，老师还要陆陆续续进场吗？干嘛搬椅子走啊？看你看你看你看。我看什么？甭瞧不起你们这个。还你们。对了，老北京。我更正您一下，老北京别老北京。你北京人说话是儿化音。北京人说话舌头就跟吃了地三鲜似的。啊，我好爱吃这个。烫出来的舌头，这是。这都不是重点。啊，什么是重点呢？就是平常啊，唱。我看你们相声演员啊，嗯，偶尔也哼唱那么两句。有个叫什么什么，嗯，郭什么刚的那个。哼唱去。那是我们老恩师郭德纲先生。哎，不熟悉。这话我记下来了。啊，打码。这句变成彪，你知道吗？你敢说郭老师彪？就说呀，也在学我们这个行业呀。而且我们师傅现在还有师承了。对对对对。哎，这都不是重点啊。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这都是跟我们慢慢的学呀。看我们这吃饭随便拉了一点，他们就能学去。谁说吃饭拉了一点了？这个太恶心了。就是都练这个，打小就练。您打小啊？那是了，打小。您这还胎里带出来的，这是。哎呦，对了，胎教你们听的什么呀？胎教你们听的，快点，我等到花都谢了，是吧？我们不听那个，我们听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今天过节饶了你们了。他没想到还是你们家包场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们那时候听的都是什么呀？您听什么呀？京戏儿啊。京戏。对了啊，张生啊，张生。哦。我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说你是狗。到哪儿指哪儿。听的都是这个。哦，打小受的这个熏陶。小红娘。但是如今呢，现在啊，唱京戏的少了，都是听你们这个相声的多了。您甭拽咧子。心里边啊，多多少少有那么一内内的失落。学点好，别老用这词儿啊。哎呀，您别没落，您也别伤感，您这不来这儿了吗？数千人的剧场，您在这儿咱演一回呀。你会这个呀？我也就会那么一点儿。不是，你要真会这个，甭跟这儿丢人，今晚上跟我走。不是，我要跟您走，我上哪儿去呀？上我的房间，403。我上您房间403，我才丢人呢。咱唱一唱吧，在我房间唱啊。干嘛上您房间唱？在这儿唱，你万一你哪儿去你唱错了，嗯嗯，对不对？第六排的胖子腾一下站起来了，唱的不对，请自尽。没这么大罪过吧？对不对？我唱的不对，我怕人家一笑话你，你在台上不好意思，砰一下自爆了。我脾气没那么大。对不对？你不好意思，你回后台一会扎尿盆里死了。那您瞧我死这地儿，扎尿盆里死了。对，扎尿盆里撑死了。嗯，没完了。我怕，我担心你。您不用担心我。您呐，咱就在这儿唱一回，我不上您房间。在这儿唱。对对对。你不嫌丢人？我不行，我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。那无所谓，你要不嫌丢人咱来呀。就只要您行咱就来。我当然行了。可以是吧？当然了，不露一手你也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。我说胎教净听红娘的，你看看。行，那咱来一会儿，咱挑出戏来挑，好吧？挑什么戏？这我会的不多，咱来的一出《黄鹤楼》。
好啊，好吗？对不对？嗯，你来黄鹤，我来楼，你呢带着你小姨子跑了，你才是皮鞋厂子呢，对不对？浙江温州，浙江温州，江南皮革城倒闭了，皮革城都倒闭了。你吗？你带着你小姨子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小姨子哈，也不是那个，哪个我来黄鹤，你来楼啊？不黄鹤楼吗？不是那个。那你说多钱一盒的？多少钱？抽烟黄鹤楼啊？什么呀？不是啊，我知道了。您明白了吗？有一首诗，什么诗？对不对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不是您这哪句是黄鹤楼啊？标点符号。胡说八道，胡有理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？没说那人名，也没说抽烟，更不是说这唐诗。你要说什么？咱说的是京剧《黄鹤楼》。京剧《黄鹤楼》。对，行吗？哪出啊？这是哪出？三国呀！你看看，你打我干嘛呀？你说三国呀？啊？你说《黄鹤楼》，谁知道？第六排那胖子说了，第六排胖子太累了。第六排那胖子说：“我可不知道什么叫《黄鹤楼》，三国我倒懂。”你直接说三国不就完了吗？我是说给您听的，您别往外知、啊、我能不懂这吗？今天咱们就都唱全了。别唱全了呀。那怎么办？全本的好几个小时呢。对呀、啊、好几个小时呢。你说咱们呀，咱们掐去两头，不唱当件。哎，好极了，那就别唱了。告辞。回来，掐去两头就唱当件。那你就说唱这个叫我们行话叫戏胡。这还真是来最精彩的戏活，没错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哪儿哈？咱们那，你看我们这老北京话，哪儿哈？老北京话说哪儿哈，走轻声啊。咱们呀、啊，就是刘备过江起，张飞闯帐纸。行，好吧，可以啊，没问题了。好哈，那咱们接下来分配一下角色。不用分，嗯，都给你，都给。我这位老师，这俩人唱戏都给我，那您呢？我来，我扮演的第六排的胖子呀、啊，自尽。你一直扮演着呢。对，我坐那儿去。这个演员请自尽。你呀、啊，你掏不起那票钱，我告诉您说吧。啊，确实，第一张还挺贵的。那可不嘛，您别来那胖子呀。再说，您得跟我一块儿，我一块儿唱，我还得配合您。不是，是我配合您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你就来我房间，好不好？我不去。来我房间那儿唱了，别人听不见。我不去，这不就为了让大伙儿听听您吗？他妈还不让听啊！你在这儿你是合适吗？你在我房间随便喊。没准我这嗓子呀，也就是这声了，唱戏唱不了多声。我们这吊嗓子、嗯、啊！一，是不是？去你们的！这些都是听相声的观众，能饶得了你？哎呀，看来我的戏曲朋友们还都没来哈、啊嗯。是，他们声更大。嗯、真的，我喊嗓子，先吊嗓子，在屋里面随便喊啊啊，没关系。我这嗓子吊不了了，就这样。不用吊，快四十了。哎呦，孩子，行吧，行吧，就和你，就和你。咱就在这儿，咱得分配一下。那这样，我先来，你先挑。对，你挑，剩下你再挑。那不还是我一人唱吗？你先挑啊！别玩笑了。可以让妇女和孩子先挑。谁是个二嫂子，是个娘们儿啊？这是。啊，您这我分配吧，好吧，行，我一人分配。刘备过江起，我刘备，那我留褥子，你就，我要沙发，我要电视，冰箱我得用，空调给我，微波炉我得热菜。男孩，咱俩分家来了，女孩你带走，那好，还儿女双全，你这别来这个啊，我刘备，您刘，你刘备我不留褥子吗？怎么还冻死我们孤儿寡母的呀？好，让妇女和孩子还先挑。他这儿一孤儿寡母的，那干脆都给你得了。刘备不是刘备子，那什么呀？刘备刘玄德，你说全了。刘备刘玄德、嗯、姓刘名备字玄德，家住大蜀楼桑、哎、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，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家住河北涿州范阳郡，后续四弟姓赵名云，您累了，家住累了，家住累了，没让您背这个，咱都会啊，我知道您会，咱不是唱戏吗？行啊，我就说这些题目咱都懂。刘备，行，您呢？我呢？诸葛亮。哎，诸葛亮，姓朱名葛字子亮，道。这位我都不认识。诸葛亮不认识？谁姓朱名葛字？诸葛亮不认识？有没有看没看过书？上没上过学？有没有家？有没有？你是不是孤儿？
我招你惹你了？我说一不认识，我们家都没了。诸葛亮不认识怎么？诸葛亮父姓诸葛，单字为亮，哪有姓朱名葛字子亮的？这不是重点。那什么是重点？诸葛亮你知道不就完了？羽扇纶巾，总算说对了，对不对？羽扇纶巾有一句口号吗？什么口号？对不对？夜观天象，知谁在尿炕。好，这诸葛亮是幼儿园的阿姨，你看谁尿炕干嘛呀？夜观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哎，对了，谁在尿炕？这就是大事儿啊！行，您找着这人物感觉了就行了。哎，您来诸葛亮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张飞。张飞，我来张飞。你还来两个角色？我来两个角色。哎呦，狂野的。谈不上。主要是您是主角，看您的。那行，把主角四角分出来就行了。哎，对，文老师，我算是领接主演。对您，你确实不要脸。领接主演、啊。领衔主演。对呀、啊，领了一万人衔。啊、你才千人宴呢，这是。领了一万人衔。啊，好吧。矮矬胖，一米三。没完了是不是啊？好啊，咱在这儿唱戏，您呢受累跟我搭的桌子。你说什么？您受累跟我搭的桌子。你疯啊！诸葛亮跟你搭桌子，一军师，我出去的时候别人都得拿轮椅推着我。那是轮椅，那是木车。对了，木车没有说诸葛亮自个儿摇着木车出来的吧？都是小兵在后边推。哎，军师出来扇着风。好，这军师都帕金森了，你这。您要是诸葛亮，我还是刘备呢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再说咱没唱呢，俩人搭快、啊。诸葛亮还得诸军师跟你跟刘备搭桌子，主公还跟军师一块儿搭呢。来，哦，好重啊！你就是个戏精，你往下摁它能不重吗？抬起来呀，一指禅呢、啊。有这么费劲吗？二手指头伤了。你看，哎，我们家军师好鲁莽啊！你是军师？我们家主，我们家这都不是重点啊！行了，咱们现在啊就可以，还缺一把椅子。我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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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不去。他，我们主公疼我，谢谢主公，哎，客气，起来。怎么了？他倒不挑眼，直接坐下了。不是给我搬的吗？是给您搬的，但是还没到那节骨眼儿呢啊！哪个眼儿说上再说哈？哎，对，咱们接下来现在就准备开唱了。哎，别开唱啊！嗯，最起码穿那个寿衣得拿来吧。您这个气色到明天还行。你没有寿衣，我给你唱个六啊！您要有寿衣，就送您头七了。还唱六干嘛呀？唱戏穿那个上面绣一个煎饼，上面绣个苍蝇、个毛毛虫啊，挂的匾屎壳郎啊，还海马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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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章鱼哇哇哇哇，水母，太美了！您这里就没有那个喝多了的长颈鹿、得了感冒的大象，还有生气的大猩猩吗？没有，没有也没有。就您说那叫唱戏的行头。对了，海水江崖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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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。他这还是三 D 的，你看。对了，你上面最起码有个黄浦江也可以啊。没有，啊，你没那么大气啊，没有这些行头。没有这些。对，没有那些，谁知道我是诸葛亮？嗯，没办法，咱就这样。那诸葛亮就是羽扇纶巾，最起码诸葛亮得有一个诸葛亮的帽帽。啊，这个军师好萌啊，还要帽帽。诸葛亮的帽帽得有吧？没有帽帽，把你的头套给我用用。我的头套，我不给你，因为你那头套比我那密。你这贴膜了，我知道。是，你那头套抛光的，你那还是防头盔的还是？他真好，你那磨砂的，你借我用用。不借，我这磨砂的还能弄成贴膜的呢。嗯，行行，头套也不给。我也没有头套，上哪儿找头套去？拿这包一包头行不行？
拿这手绢啊？对。嘿，还真可以。要不然说这个戏曲演员呀，比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刻苦一些。您从这个化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呀，就绝对。不是老师，咱怎么还蒙面呢？这是。哎呦，干嘛系这么紧呢？这是。哎，这皮肤好紧绷，好紧绷，好紧绷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看这里。真是挺紧绷的啊。颈纹。哦，还真是，您别抬头了，一抬头颈纹都出来了，颈纹，哎呀，还挺白，白颈纹。打我干嘛？黄大头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咱们这回准备开唱了吧？好啊，嗯，来来开唱，有请乐队老师。好尴尬，这儿有一个摄像老师啊。乐队呢？没有乐队。没有乐队，我给你唱个六啊。那你给我双击一个六呗、啊、乐队也没有。没有乐队。没有乐队怎么办？不是很简单呀，咱这锣鼓家伙拿嘴学呀、哎、拿嘴学。有，你上我房间什么都有。就是因为您什么都有我才不去的，你晓得吧？什么都有，俺俩不去的。啊，我好倔强哦！我倔强，倔强就是这个我的本性啊！啊，你上我那儿审？不，就在这儿唱啊！就在这儿。对，我呀给您个便利条件，我把这个麦克给您挪后边。挪不去吗？现在够长吗？你搁着得了。行了，你那个本来也不高。好那儿啊西啊啊西吧。行，抻，一会儿抻坏了，那一话筒6万多，这场演出费200。得坏了吗？我就觉得不是好嘚瑟。行了，可以了，放那吧。干嘛？机关枪啊，扫射呢？你别瞄我，干什么？对什么准？对不准？玩坏了吧？要不咱俩别唱了，我怕一会儿你也把我玩坏了。你比他结实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我认为还是上我房间好一点。啊，咱们现在开始唱了，都归后台啊。您上场，我打家伙；我上场，您打家伙。行，好吧，没问题。京剧家伙您会吧？哎呀，放心吧。太好了。你好。我以为你们都看过呢，这毛病在您这儿，您先出来一下吧。你干什么什么欧巴欧巴的呀？不是咱们不是唱京剧吗？怎么了？您打小学的是这个？我这不来一个开场舞，打开一下你刚才那个尴尬的局面吗？你要不来这个，我不会尴尬的。你不要这个了，本来后边还有。正常开始吗？我的叫叫什么的，没有，一给我的叫叫 action。他终于这 action 说对了，但是您没明白我说的是您打小锣。你说小锣不完了吗？还有说吗？唱京剧的。欧巴欧巴有欧巴。欧巴欧巴。小锣，哎，好极了。小锣，太好了，哎。小锣。有老锣吗？老锣。老罗家包场是吧？来，您出来，您出来。C 罗，没有 C 罗，罗纳尔多。嚯，还知道罗纳尔多呢？罗纳尔迪尼奥。好家伙，你怎么这么爱这个呀？因为我喜欢篮球。这是足球，少爷，足球。对对对，我喜欢球。你喜欢什么呀？啊，我说小罗，不是让您说小罗这俩字儿。说什么呀？我是大得，我倒知道。
你这说小罗，我那大得第六排的胖子说了，说好的小罗呢？说好的承诺呢？这第六排胖子是十万个为什么，是人家会质疑你呢。你不用质疑了，你就你就得说大得呀，大得，棒槌，大得 action。废话，我轻易不露。隐藏了这么多年的秘密，没想到今天终于从壳里出来了。你才是王八呢！你别喊，喊怎么？这大的血没完了，这是。都知道了。我这不是冲您透秀了吗？您这不让我快点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等不了了。快点送我上哪儿去呀？火葬场。你忘了我有壳了？啊，这一下就可以打住了。那你说呀，打住可以了 ，stop 是可以了，你给我个什么任何一个信号啊？对不起，老师，我错了，再来。真是还怨我了，你这。大雷 ，stop。咱俩发微信来了，不是你告诉我你让我亲谁？我让您亲谁？您的意思是哎来一口，我的意思是你先上，他不还手我再上。您把我那语音转成文字了，我理解。您理解什么呀？这大概是这意思。不是啊，老师，您跟我一块儿出来，那叫同场上，宝贝儿。我的名字太多了，同场上啊！你这咻咻咻的，我手机快没电了。你这电量也太差。大雷 ，Stop， Follow me。我同场上，同场上 ，OK。我打的是字儿。啊，哦，同场上啊，我以为是语音呢。您呢？您再看我一眼啊！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那个表情！大哥，我跟你玩手机游戏来了。我太佩服您了，我打个字他能听出语音来。这表情还挺接近。您跟我同场上好吧，好好的，咱就直接这打电话。您就直接说同场上就完了。好嘞，哎，接着等一下，同场上，好嘞，从这来一回，从头来，好嘞，对。还不行，保持一臂距离，一臂距离，干什么？因为我干什么？我还是个孩子。你
你要不上我房间吧。我是说保持一臂距离，因为你的胳膊比我胳膊长。你想成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不骗你，胳膊。我不瞒你各位，我刚才那家都怼着都硅胶了。你才有那玩意儿呢，啊，跟家伙点吧，来，来，从掌上，对，大大大大大大，得，俩兔爷，啊先生，啊老婆，来，我不想去您那儿，这又不对。对对，我叫您先生，您叫我老婆呀。阿太太，不对。阿媳妇儿，不是。娘们儿，更不对了。妻子，您没明白这意思。爱人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欧巴桑，这回没人答应了。乌门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得了。我吧，叫您先生，您不能叫我媳妇儿、爱人、妻子。Husband。Husband。哎，妻子怎么说英文？我忘了。你刚才是说我 husband， 妻子怎么说？我 wife。 哦，对对，哦 husband 什么呀？我去你的！死你面前，今天死你面前啊！行了，啊，接着掐了啊！啊，不要发表情了啊！您呢？听清楚了，我叫您先生，您得叫主公。先生太太可是一套。是，咱这不是京剧吗？先生。那诸葛先生，主公刘备。那你叫我格格，我叫你贝贝。我叫你舒克，你还叫我贝塔呢。那有叫这个的吗？那有叫您这个的吗？先生主公，明白了吗？那你就叫诸葛亮，我叫你主公。那不行，就得这么叫。行行，再来啊。啊先生，啊主公。怎么听着像猪公呢？哎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这一曲《动物过江之事》，你把姑害苦了。你不，您谁害你了？您不是谁害你了？冷静，老师啊！谁害你了？不是您害，不是我害你，跟我说。是诸葛亮害你。找诸葛亮去？你跟我说什么呀？我上哪儿找去？我真去哪儿找？咱俩唱的是《黄鹤楼》。爱什么什么？我来的是刘备。怎么了？您来的谁呀？诸葛亮啊！我错了。现在道歉都这么硬气了吗？对了，错了，你把我怎么的？不是不是，王爷不能把您怎么的，您好歹您反省反省啊，对不对啊？毛囊给你薅没了。我需要添加个表情包了。是您的剧中人害的我剧中人。好好聊不就完了吗？我这不一直说呢吗？瞪什么眼啊？没，我这眼睛能瞪眼啊？是您的剧中人害的。我知道。再来吧您的。啊先生，啊主公。我听的没错。这一曲动物过江之事，你把姑害苦了。不是我害，知道不是您呐，打家伙吧。面对了啊，擦浪才来的，擦浪才来的，擦浪才来的，擦。乐队得卖力气。恼恨先生之歌了，擦。你比孤王去过江，擦。龙潭虎穴不去也妥，擦浪回来，擦浪回来，擦浪回来，擦。好乐队。该你说话了，嘘。不是，说话不是打家伙呀。说什么？说，合着您不会？不会敢上台？就是您会呀。会不就唱了吗？您这不还是不会吗？不是不会，您这是忘了？没忘啊。那是想不起来了。这不一样吗？忘了忘了，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了，忘了全忘了，想不起来，就那么一点想不起来。您提醒我就会。这，您这儿有这么一句“山人送主公”，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啊，特别老。那、哎、再来吧。龙潭虎穴不去也妥，擦浪才来，擦浪才来，擦浪才来，擦。
这哪是诸葛亮啊，这不是赛赵云吗？这蔡善人宋之公，分明是宋孤王举荐燕王。苍狼才来，你打着我了。好痛啊。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蔡善人宋之公，您善人宋之公，您善人在宋主公，在您善人在宋主公一点一点都不要送了，善人在宋主公一捏捏，再送我就掉下去了。去看看你高还是音箱高？我能有他高吗？我啊，该您唱了。咋了啊，妹妹？谁是您妹妹？等半天了，我一主角就是喊，不是我一主角。来吧，您唱吧啊！净打家伙了。恼恨先生诸葛亮，这么耳熟啊？你比孤王去过江，龙潭虎穴孤王去闯。扛狼子来的，扛狼子来的，扛狼子来的，唱善人宋之公免什么免的？怎么了？什么就怎么了？您让各位听听，刘备送刘备呀、啊，对，真假刘备 cosplay。真刘备假刘备闹到凌霄宝殿啊，快请如来佛祖，对不对？玉皇大帝正了弄谛听，嗯，听哪个是真刘备，哪个假刘备，或者假刘备是个六耳刘备，六耳六耳刘备，刘备本来双耳就垂肩，六耳刘备，对，长得跟一串葡萄一样。您哪，您这浮想联翩咱没有，您得唱诸葛亮的词。诸葛亮什么词？可是您不会，不会敢上台，就是您唱啊，会不就唱了吗？您怎么了？您这是忘了？没忘，那是想不起来，这不一样吗？忘了忘了，想不起来是吧？想不起来了，忘了全忘了，想不起来就这么一点，想不起来，你提醒我就会。你这嘴皮子倒真利索，我跟你说啊，有这么四句唱。哪句？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袖内藏，蒋申且坐中军帐，等候涿州意得章。好，第一句再说一遍。好的。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袖内藏，蒋申且坐中军帐，等候涿州易得章。哎，等会儿第一句再说一遍。哎，主公，你看你现背呀、啊？我看你的标点符号跟我这一不一样？一样，跟您那黄鹤楼那标点是一样的。啊，那放心吧，来吧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嗯，来，您就没对过，说到这儿还有两句，稳坐中军帐，等候易得章。可以了，来吧您。哎，扛狼子来的，扛狼子来的，扛狼子来的唱。主公上马他心不爽，山人八卦袖内藏，蒋申儿且坐在中军帐，等候涿州一得章，一得章。不是这个。主公上马心心不爽，山人八卦就在那个袖内藏，蒋申且坐中央中军帐，等候涿州一呀一得唱，这个也不对。嗯，主公唱马心不爽，心呀心不爽，山人八卦袖内藏，袖呀袖内藏，蒋申且坐中军帐，坐呀中军帐，东坡坐中那个他就一呀一滴正一滴正。您太厉害了，作为一个京剧演员，除了京剧您全会。我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山人八卦袖内藏啊，将身且坐，咱不要命了是怎么了？我也是刚想出来这句的，好顺嘴。您得唱二黄。二黄什么味？主公上马心不爽，擦，你唱。是工商马心打家伙，苍狼贼里左等打去，打！你打你着，苍狼贼来的，苍狼贼来的，苍狼贼来的，苍。嗯，
主，我打你了啊！主公，主公上马心不爽，好，山人八卦绣内藏，将身且作中军帐，螳螂此类的，螳螂此类的，螳螂此类的唱，等候捉肉一对张，螳贼唱。说话，说话，我叫诸葛亮。还有呢？坐在椅子上。三一句呢？手拿纸扇子。最后是？洗洗更健康。怎么了？四句一个一得章都没有啊！我这是给钱了，咱打广告。等候一得章，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嘛，特别老。您别添字儿啊！好好好好来来来来，再来一遍。万座中军帐，洗洗一得章。你洗他干嘛呀？这回有一得章了，你洗他。等候万座帐，中军帐，等候一得章。走吧。您这什么家伙点儿啊？那要打什么呀？这张飞他妹妹出来了，这是。您要我打什么？不是，您打快家。快家，我这一揍啊，四鸡头一亮相，将将将什么蹦蹬仓，转紧急风，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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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台口，蹦蹬仓有个哇呀呀，我就该唱了。放心吧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我就喜欢这曲。爸爸，您再来一遍吧。满桌中军帐，等候更健康。当好一代仗，给我大人，大人，怎么唱贼唱？怎么叫？怎么叫？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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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蹦当唱！哇耶呀！老师，我哇呀！我挖呀！你挖呀！你告诉我干什么？我以为没有错不了的事儿呢。那你挖，你挖，来来，这一片都你挖。我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我挖这个？你不蓝翔毕业吗？谁呀？你打家伙吧！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苍狼才来，苍！心中呐喊诸葛亮。做事不与谋商量，怒气不息报恩张狂。小腿还挺利索。快快还谋的大雄王，擦贼擦可到我可夸可恨呢，大擦好恐怖！可闹啊！可狂可恨呐！大擦！好吓人！可闹啊！可狂可恨呐！大擦！不是你饿了？我咬死你！怎么了你？说话呀！山人送之狗。哎呦，我是张飞。山人送之。又送张飞，你不接李逵啊？山人接逵逵。快去吧，现在都抢车呢。到这儿您有这么一句，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，您为者谁来？老词儿，告诉您有老词儿了，特别老，就是啊。好，就在这儿哈，来啊来啊来吧。可闹啊，恐慌可恨的大仓。说话呀。哦，三将军进的保障怒气不息，你为着谁来？诸葛亮啊！怎么样啊？我就为着你来。你为我来？扎扎扎！你还是上我房间吧。不去了。
别我们刘备自己能搬。干什么？嫌你啊？嫌凳子还拿跑了？完了，一样活没样干了。有。行，还真好。大哥，你笑的不是第一场的节目吧？这缓存是不是有点慢呢？这都完事儿了，他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这杠铃般的笑声，一听得是60公斤的杠铃，嘎嘎的。哎呦我天！行了，这回行了啊。嗯，局面控制住了。我们才控制住。哈，很开心啊。是，这么着吧，这个节目都演完了，接下来给大伙儿唱点歌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唱点什么呢？行，先来一首小娟儿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第一我先先说两句啊，那个会唱的跟着一块唱，然后那个咱们这个我去觉得有的人可能不好意思，没关系啊，打开手机的闪光灯完亮一亮，开心一下，没关系，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啊，不会唱的跟着哼哼。来了啊，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呀、啊，我说等两天啊，没钱我光脚丫啊，外边飘雪花啊，邻家小妹瞧见了是眼泪含眼圈啊，她是我的心肝啊，起名叫小娟啊，比月羞花沉鱼落雁，比我胖两圈啊。对，就是那娘们儿啊。第三段他们后来唱的什么我都听不到、哦、因为把麦克都对出去了嘛。啊，吓我一跳，真是谁老扑通扑通扑通的，后台怎么生孩子呢？太卖力气了、啊、吓我一激灵。这个都是爱唱一些小歌小戏的小曲小调的、就是这样的。哦，人说了，郎老师拖，郎老师，人说郎老师拖一个，我听见了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他们可能看，对，简单唱几句吧。来一个。如果云知道，想你的夜慢慢熬。沙哑嗓。每当思念多一秒，每回苦心多一秒。只觉得心灵在祈祷，如果云知道，知道什么？逃不开纠缠的牢牢。卷起来。每当思念多一秒，每回呼喊多一秒，只觉得生命在祈祷，你不会知道。唱得很深情啊，郎老师今天也是卖力气了。来一个，如果云知道啊，他要不知道怎么办？他要不知道，我就去变个乌云。好，就那个。夜已成梦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。所有的爱都错过，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淡薄、哦、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你却给我那么多，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是不给我，风霜寂寞飘落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情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回首，你的爱总在不远地方等着我，岁月如流在穿梭，喜怒哀乐我深锁，
你的爱总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啊，台长，台长的，他再来什么呀？暖阳下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这座小桥上，他父亲走忧伤。桥边歌唱的小姑娘，她眼角在流淌。她说一个人在逞强，一个人念家乡。姑娘你让我心荡漾，像小鹿在乱撞。我看也没人在你身旁，要不要搞对象？姑娘说已有了情郎，他是个臭流氓，个头不到一米三七，外号叫大王。谢谢大伙儿啊，那个这么着，把他们都叫上来好不好？哎，看一看德云社的一群妖魔鬼怪。也有好看的啊。哎，好，各有经典。来，来，来，挨个介绍一下，从那边来啊。头一个，哎，熊大。啊，有自己人类的名字，叫吕硕。好，旁边这位呢是吕硕的搭档。好了，嗨，熊二刘九如。哎，旁边这位熊二，哈哈，高九成。哎，旁边的这位张九南，张九南。哎，哎，旁边我的彪哥李鹤彪。彪哥这显怀了。哎，旁边的李九江啊，哥身材有韵的感觉。哎，是九成，九成来，九成来，我跟九成在德云社是比较能唱的。唱什么？咱俩来一段怎么样？党亮别着急啊，党亮那个等到后天啊。好，咱俩来，咱俩带诺好不好？带诺评剧，评戏，唱段评剧吧。好嘞。平息带诺，不知有没有喜欢的，没有喜欢的就啊。人常说景颇山上云雾深，情山中的苦竹有多少，我是那满腹的苦水，哎煮一根，从小就没见过阿爹的长倒影啊，身旁只留下阿妈的破铜裙，文帅爷爷收养我，点点珠泪和血吞，乐定哥哥常相伴，夜夜愁听长道明，沟沟坎坎我流下了汗，风风雨雨我才长成这个唱得特别好，尤其是后边这几个伴舞的。他们在后面干什么了？他们我也没看见。我跟你说，
您说怎么回事、啊、刚才您唱呲了您我说您没唱呲，我错了哎呀，就是刚才那个是张九南明年青年队的演员，那么六队就在六队，不可能六队明年没有这个名字，我不相信还会有的。这么着吧，啊，来咱集体给大伙唱一个好不好？啊，集体来吧，来个天桥帽啊，先来一个，来往前吧，来，冷根儿冷根儿冷根儿里根儿冷根儿的里根儿冷啊，根儿冷根儿里根儿里呀，天桥没有桥啊，怎么样？西天是人大地哦，酒楼茶园的原本在平地，根儿冷根儿里根儿里呀，你刚下了台呀，下去不？我又登上去，来了您，颠来倒去倒去颠来，后台这儿通着地。根儿冷根儿里根儿里呀，您往那台上瞧啊，怎么样？没一个能看的，不能。也就是我这个队长长得叫宋仲基。刚才这谁遇的？刚才这玩笑的，别往心里去。哎，祝福大家身体安康，生活甜蜜蜜，哎，万事如意。还要吗？几点了？七点半了。哎呦，人说7:31就得闭馆了，还有一分钟了。可能咱们有时差啊，佳姐啊，还有佳姐啊，这样吧，咱唱一个歌嘛。唱一歌啊？啊，易老师来个 music 好不好？